大家好，我们牧场呢是之前一直是没有那个就专门骑马秀马的人，现在我们聘请到了一位，就是这位小哥。你好。Hello。你好。你是回族是吧？啊，对，我是回族。啊，你好像姓马啊。啊，我姓马。姓马，然后秀马，小马子，小马哥，我们的。这他以后就负责我们牧场的这些马，所有马都是由他以后再负责了。小马，你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呗，介绍一下你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青海西宁的放马的牧马人啊。啊，没事儿，你别紧张，没事儿。我不是来，我做饭的，我做饭的，我不是牧小马还是比较害羞，因为他年纪也比较小，他才24岁嘛。他之前是在我们山南骏马场，在骏马场就是训的是我们骏马山南本地的本地马，但刚接触到这些品种马，可能也是不是很适应，然后也不知道这些品种马的习性怎么样，还要慢慢摸索。哎，刚好小马因为他也是回族，他所以说正好这个房车收拾出来了。小马他现在就在这个房车里面自己坐着吃，然后自己住。他跟我们也不能在一起吃，像我们吃的东西他也不吃，他吃的东西都是要到清真的地方去买回来才能吃。那希望呢，就是说怎么说呢，就以后吧，他负责这些马，希望就是能把这些马训得好好的，我们以后呢也能和平共处，应该会能和平共处的，没有什么事情。好了，现在也没什么事了，走吧，回吧。哪个颜色好一点？你看。相近一点，你看这个吧，这个那个颜色色差太大了。你看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啊，这一套配着好看一点，都有黄的，黄马就要配好的家当嘛。对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是哪个相近一点？这个看着像一套，这个看你看一看颜色太差了，色差。那就要把那个做成龙头，这个就是马叉的啊。可以啊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就好看一点。对对对，做这个，把这个做成马叉的。对，这个弄成龙头哦，这个做马叉的是吧？啊、对，可以啊。那这个就是啊，这样看着像一套，这就一套的嘛。对对对，行，这样看着好看一点。行，然后回头这四个也要安吗？四个安花也要放吗？啊，对，四个安花，你看，这是我看，这个和这个是一套啊，这个和这个是一套啊啊，你看，这是前这是前安花，这是后安花，你看这，嗯，好看，这都是谁做的？这个是我朋友做的，你朋友做送你的，啊、对对。女朋友吧，有一次再需要买什么，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，好吧？哎，好嘞。行，那你收拾啊。哎，好。我们走了啊。好。